忍冬燕蔷薇抢先热映。他真的是我的亲生父亲吗？不，我是古风的女儿，不是他的女儿，我跟他没有任何一点关系。爹希望你是一个通情达理、识大体而善良的一个女孩。我今天下午听说这附近的村子正在闹那个什么肺痨，这病可会传染呢。如果遇到肺痨患者，你不能亲自给他医治啊。我知道了。不知道那个患者的血会不会传染到我。你不用认那个女人当母亲，只要认我这个父亲就够了。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。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，我都不想要。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忍冬燕蔷薇全台首播。